连决赛，哇！冠军得奖者系，哇哇哇，系，哇！真系佢，真系佢，好多人支持，系再次攞奖嘅十七号 Grace。换言之，系啦，换言之，亚军就系十号。号陈凯琳最后压倒十五号彩丝贝，登上冠军宝座，并赢得最上镜小姐和旅游大使奖。而从整场比赛来看，陈凯琳确实相当出挑，除了有较好的外貌之外，她的睿智显然为她拉票不少。无论是在接受曾志伟、陈百祥、郑玉玲、李克勤四位星级选民的刁钻问题时，还是在泳装展示环节对自己身材的评价时，陈凯琳都显示出大将之风。虽然有人说我瘦是一个缺点，但是我觉得我优势在天生瘦削的身形很平均，同埋着起衫上来都比较好看。亚军和季军则由十五号彩丝贝和六号刘佩月分别获得。英杰呢？你超过2013。而之前的大人人选欧阳巧莹却最终仅列第八位，令不少网友感到意外。除了美丽的港姐之外，今年港姐决赛的舞台和布景也相当出色。从开场的天鹅湖和水池场景，到缓缓驶入场内的复古欧式火车，把十位佳丽衬托得更加得体和美丽耀眼。娱乐新天地，港姐真好看，报道。